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杭州越剧院的京派花旦谢群英。谢群英，国家一级演员，她扮相清丽乖巧，表演细腻传神。她主演的剧目有《盘夫索夫》《深宫遇海》《莲花湖》《碧玉簪》《剪花情》《一缕麻》等。她那韵味十足的京派唱腔，成熟老道的表演，深受广大越剧戏迷的喜爱。今天由我为大家教唱京派的代表作《碧玉簪》当中的选段《三盖一》。在教这段唱腔之前，请大家先看一下我舞台上的表演。三盖一这段唱腔呢，主要讲的是李秀英从那个娘家回来，那么王玉玲呢还是不理不睬，
那么李秀英看见他睡着了，恐怕他受凉，那么就是怀着呢既恨犹爱的那种痛苦的复杂的思想情感，三次为王玉玲盖衣，三次盖衣层次非常的分明啊，通过各种不同的版式，里面有慢版、中版、快版、轻版，还有当中还有白口跟唱腔夹在一起的，准确地表达了李秀英此时此刻那种复杂的内心的情感纠葛。那么我们今天要先唱的是三盖一的第一段，桥楼打八二金鼓啊。那么下面我就一句一句的给大家教唱。桥楼打八二金鼓，
相随俗。这段唱腔呢要特别注意层次的推进，情感分寸的把握，因为他这个情感是延续那个归宁回来的那个情绪，非常的伤心，再加上呢又看见王玉玲又是不理不睬的这个样子，所以他这个内心的这个情感真的是很难受很难受。那么我们下面再一句一句的再唱一遍啊，叫嘞当当当当，哎静静，归韵归到鼻腔共鸣上去，静。这个理字里面要把他前面多少次都不理他的情绪都给他唱出来，不理我，哎，不理我，怪人他多多说一，注意这个一字一，共鸣腔到脑腔共鸣上去，哎，我自从嫁到王家越多，这个心里的苦啊根本就没法跟谁去说，回到娘家又不能跟母亲说，就这个心里的苦真是憋屈死了啊，心里呀苦，我有多少苦啊，就这个哈，把这一句唱一下，真好比可以
宗子亡，我们夫妻从此苦默。就可和睦三个字，要把婆婆对你的希望，对希望你们两个人好，你是很理解婆婆的心情的，就要把这个情感给唱出来啊，特别要这苦默。哎，多少希望我们和睦啊。唱完以后要把它收掉，它多自首，不要多自首，它不要收收，哎，这个坐字的收啊，这一句来唱一遍。收得快，收他是玻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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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啵哦哦，要注意这个顿腔，哎，不要啵就没味道了，就是哎啵哦哦菜，哎哦哦菜，要注意这个步子啊啊。我是啵明不白，不明不白，要把它唱的，我真是怎么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情。不白谁，就是后面这个不字啊，不明不白谁为呀求，我多少委屈啊，受委屈啊，要把这个给唱出来。可怜我啊，与满腹的委求想，就向子想，就找不到目标，我向谁去诉啊，我是个满腹的委屈，也不能跟母亲说，也不能跟婆婆说，也不能，所有人都不能说，只能自己泪水往自己肚里咽啊。可怜我啊，与满腹的委求想，谁诉？对，枉费了婆婆把这个心，就要把这个腔给唱出来，就婆婆这一片心，我对不起她呀，但是我也没办法。忘记了婆婆一片心，对，宽起嘞竟是夫妻难，这个难字啊，要注意这个难字，难出去以后就这个小腔，把艰难的这种感觉，难，哦哦哦哦哦哦哦。再强调一下前面这个唱的这个内容，哎，难和睦，和睦不了了。
看起来青丝不青蓝，那么下面我就把这段唱腔在现场给大家演唱一遍。刚才呢，现场为大家演唱了一遍。那么在座的观众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问我？老师您好，鄂白布就是这个白是到底是把布还是白布？哦，白布，你不要唱把，不要哦把，不要唱把，百跟把的这个之间，我也不是纯粹的百，也不是纯粹的把，哦。白不对。还有哪位观众？谢老师您好，我想唱一下，您请您指点一下。随自他怒气匆匆，我明
玻璃波，这个腔还是没唱好，哎，就短促的那种停顿的那种感觉还是没出来，你还是玻璃波，那还是这个样子，波波才这个处理一下，哎，就会好听很多啊。谢谢老师。嗯。Oh.